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Tanya 蔡健雅。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就住进饭店，要看这饭店有没有 navigator， 就是可以为你介绍当地有趣的地方。那我觉得首先大家都要先问自己，就是我是什么样子的人，我喜欢是大自然呢，还是我喜欢城市？跟自己熟了以后，你知道你是什么样子的人，就会比较明确的会出现一些选择，这样子吧。我每一年我都会去选一个我没有去过的一个欧洲国家，我不喜欢有太多计划，要有自己的步伐，然后顺着鼻子走。面包、甜点，哪一个就是空气中有这个奶油的味道、糖的味道、巧克力的味道，就往那个方向走就是了。我觉得一天很累了以后回到饭店就是要放松，要么就是洗澡，不然就是泡澡，泡在温暖水里面可以放松心情，最好也是有好的 view， 因为你看到一个城市快要睡觉的时候，那个速度放慢的时候，也是一个还蛮有感觉的一种气氛吧。